好的，这期呢给大家测一测这个新联赛 A 车流火和流火的皮肤造型的出货价格啊。那我是从78个专属能源加341个晨光能源开始抽的哈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抽到车需要多少个能源，抽到皮肤又需要多少个能源呢？好的，车子先出货了。虽然流火有专属的工坊抽奖界面，但价格呢是跟之前的工坊没什么变化哈。我是330个能源出货的正常价格啊。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皮肤的价格，那抽车剩下了85个能源，但是呢这85个抽这个皮肤居然干不出来它。然后又买了一组这个晨光能源，最后呢是花了126出的这个皮肤啊，相当于2-3千钻石了哈，这个皮肤还是有点贵哈，大家量力而行。